大众起来问序。Oh.
树立起这个坚固的这个围墙，
来抵抗啊这个六根的怨贼啊，但是呢，因为他受持这个八戒斋法啊，我们知道啊，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他的眼睛呢啊不会去看这些啊杂讯啊啊，不往观听啊，观听这些啊这个会啊染污我们的身心的这些啊色尘啊，耳朵呢他也不会去听这些啊音乐啊来扰乱我们的清净心，鼻子啊他也不会去向外啊去闻去嗅啊这些啊香花啦、啊、香油啦、啊、等等的啊，那这些的啊嗅尘呢也不会来染污我们的身心。鼻舌，它的舌根呢，啊，这个饮食知道止足啊，那啊，这个非食的时间呢，它不会去贪着这个饮食。舌身啊，它的这个色身呢，不会去坐卧高广大床，不会对于这个外境啊产生种种的贪婪啊。并且呢，他的身业啊不会去造作啊杀盗淫啊妄语啊，还有啊种种的非法，所以啊他自然啊在这个戒法当中能够收摄六根，不需要啊高广的这个围墙就能够抵御六根的怨贼。当知是人虽非上足，则为以助圣种性中。这样子的人呢，他可能啊不是什么啊，他所出生的不是贵族，但是呢，他因为受持这个戒法啊，他已经住于啊这个圣人的种性当中。啊、当知是人虽无璎珞，则具众善庄严其身。啊，那这样子的人呢，他受持这个戒法啊，他身上并没有挂这些啊。璎珞，但是呢，因为持守啊这个佛陀的戒法啊，他本身啊就具足了庄严啊这个美妙的色身。当知是人非无珍宝，则集人天七种法财。啊，那这样子的人啊，他因为受持戒法啊，虽然他没有这些啊贵重的珍宝，但是呢，他已经具足了。这个能够让他出离三界啊，这些七种的法财，不依桥梁而能超越险道。那我们必须啊，我们要过这个危险的道路呢，啊，你要走这个啊桥梁，你才能够啊过渡啊这个危险的道路。啊，但是呢，啊，持守这个戒法啊，他不需要啊依靠外面的桥梁啊，他自然能够得渡这个生死大海。受八戒者功德如此，我们今天有因缘啊，能够受持这个八戒斋法啊，那他的功德就是如此的殊胜啊，能够啊与阿罗汉来啊相等啊同等，乃至于啊将来能够快速的成就佛道。那啊也希望啊诸位啊大德都能够依此。能够增长善根，将来呢，大家同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大家在吃饭，可以看到大寮食堂煮饭的人很多人，十个人，大家的花心帮忙非常难。刚才也听到德仁法师讲到袈裟。在这里我再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出家人的衣服，什么叫剃光头。
这两个象征啊，是最重要的。剃光头可以把一切的烦恼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一个光头，你能跟他做什么？当然是没有做什么。那袈裟是如来的衣，是福田衣啊。那如来的衣、福田衣是什么？叫身衣，出家人才穿的。那大家知道出家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吗？出家人穿的衣服，第一个必须是染色，没有染色不及格，不是出家的衣服。第二个，那个布料没有很差的，也不是出家的衣服，粪扫衣、坏色衣、粪扫衣、染色衣，所以这些条件都不构成，你出家要修得很好很难。你根本不懂得佛陀的精神，精神在哪里？为什么佛陀要你穿的、用的东西都不好？锅啊，吃的这个锅放在里面搅搅搅搅搅，吃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用那个锅，又要取最难看的，又不能取漂亮的。不能用金锅、银锅、木锅，就只能用瓦，灰黑的瓦。很难看，住在树下，为什么这样子得到解脱？所以正法时期啊，每个人修行每个成就，相法时期啊都照这样修，很像还是没办法。末法时期都不照这么修了，都没有人成就，因为都远离，越来越远了，遥远了，跟世俗人呢、没有什么差别。那不对，所以我们出家要很高尚，我不贪，我不爱钱，也不需要你恭敬，你怎么样，你又能怎么样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很自在。穿的衣服也不好看，因为如来的袈裟你不会看，为什么你不会看？有智慧的人啊，他不是看你坏，人不可貌相，他看你心啊，你善良不善良，清净不清净，一看就知道。啊，你这是有智慧的。那你这个贪嗔痴，你吃很重的，又脏又臭的，你没有清净心啊，一看就知道。所以菩萨的行为啊，从走路啦、讲话啦、言行啦，菩萨的行为。因为他穿的衣服都不好，但他心就是很清净，住的地方就是不好，他就是很清净，什么都不好，他就算很清净，庄严，是有庄严。今天也很难得，我也看到那个林律师，他来到这里，我也想请他来跟大家讲话。那个林律师来在前面来。他是住在宜兰的，他在台北市啊，有那个律师的一个事务所，为台北人的服务，对宜兰人的服务，当然前面才看得到。那在前面就在看到你在那里面，那个桌子的人，对，看得清楚了。给大家介绍，因为人生啊，又有三思啊，医师，生病找医生，一定会生病。法师啊，从生到死啊，包到死，全包，这是法师。第三个律师，他打官司啊，碰到什么啊，不怎么办啊？律师法律方面，他很发心，因为他都是发心来做义工。所以我跟大家介绍啊，这是他。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啊，你朋友啊，什么困难要找律师，你可以找他，他会发心啊，来跟你帮忙，来跟你解释啊，让你啊这个事情呢、都很顺利的、
所以我特别请他来跟大家讲话啊，也就是来讲。马空老和尚，还有就是很感谢这个创这个这个老和尚，就是创建了这个开城寺。那其实我也是从小就来这里玩耍，那来这里学习佛法。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这么幽静的地方，有一个这么方便的这个地方可以学习佛法，我觉得都是要感谢住持，还有很多佛，还有各位僧众，还有很多在大寮里服务的这个居士这样。那我自己也是来这里，就是说学习一些住持的做法，那跟大众结缘这样，那都没有贡献什么任何心力，所以自己也感觉到很惭愧。那我是宜兰礁溪这里的人，那刚好所学的是法律，如果说有一些人会有一些需要的话，就可以来找我们，可以讨论看看结缘这样。那我专长是做各种诉讼还有资产的管理。那因为可能有些人家里，比方说长辈年纪比较大啦，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资产顺利的给下一代，或是给一些公益团体，怎么样来做这个事情可以比较减免税金啊，或者是比较符合的他的心意这样子。那这方面的事情也都可以欢迎大家来找我讨论啊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来。法律啊，他那个书这么厚一大本，问题一大堆。那专业的人，他可以分析得很清楚。你吃亏的地方，他会帮你，帮助你。当然，做坏事就是不帮他啊。这出你只要是有什么困难，即使你做了坏事，你忏悔，他也会帮。那我们学佛就是尽量啊，有很多的善知识。我想请问林律师，这个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？律师是什么法律啊？对对对。那假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律师吗？不行啊，就打官司那都可以。你跟我一样啊，我也什么都可以啊。但是一定是这个法师，一定有很多事情是律师没办法解决的，叫法师。来，看一下。其实都可以的，各种人跟人之间的纠纷啊。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可以找他联络。你有带名片来吗？有。好，那可以发给大家有需要的人，然后。不是叫你用啊，就是说以备啊，有一天啊，你有什么问题啊？现在外面呢、纠纷的一大堆啊，有时候人家告你啊，什么困难啊、车祸什么的，你有律师在啊，你会很轻松啊。那你可以去帮你的朋友看啊。谢谢。今天我们在吃完饭以后，在一楼的上课堂，那边有咖啡、有茶，什么都有。那今天也刚好台北有一些营养师，他有带仪器来帮大家检测。他那个仪器啊是不一样，他是像那个载重机啊挂的两边挂的。他检测你的身体，我是觉得还不错，反正不要钱的嘛，人家都是义诊嘛，那你了解你的身体的状况好啦不好啦，整个身体都会知道。他来帮你检查，
那他很奇怪，他检查了以后，他会拿一条的那个什么肽，那个肉眼嘛，就月眼嘛，一个肽，那一条肽给你吃。那泡水啊，喝起来像那个巴西果腹啊，我们家喝。喝完了以后，经过了20分钟，你再来检查，哎，身体会改变，这个机器会说话，不是人在说话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叫你买的，我只有叫你检查身体啊，你可以趁机会检查，而且吃也不要钱的，他给你不要钱的一条，一条多少钱？200块，那一条是200块。那他免费的给你吃，吃完以后，哎，再检查啊，你就会看得到。我是觉得还不错啊，最主要是检查身体，可以免费的帮你检查，人家要跑到山上来，你不会用啊，就很可惜啊。所以我是希望你饭后也有兴趣去看看，那又可以吃一条。又可以再检查一次身体，你看你的身体的变化，我是觉得还不错。就是等一下吃完饭以后，在一楼的下面那边有咖啡啊，也可以来检查啊，检测你的身体。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，寿命百岁。好，刚才看到黄文泉了，黄文泉呢，请在前面来，来跟你介绍一下。我们黄居士啊，他也学佛很久啊，他在罗东啊，口罩拿下来，他看得到吗？不然看不到你啊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啊，来坐地上啊。他也很会养生之道，你的身体怎么样啊？他可以脚啊什么呀，可以调整，他可以调整。他以前也是，国际的比赛哦，武术啊拿到冠军，世界冠军的，不容易啊！而且那么年轻又学佛学得很好，所以难得啊，今天跟大家介绍，住在罗东啊，有时候你们想找他啊，也帮你介绍一下在罗东的哪一个地方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。我们都是希望每一个人介绍你有什么专长啊，你要做义工啊，都好帮你介绍，让大家认识你啊。感恩师父，我刚才叫上来的就是很惊讶，不常在这么多人说话很少。我姓黄，叫黄文学，世上也是已经非常学历。在中医诊所务的时候，就常常受到关照之啊，你这次就在山下受到关照。今天是刚好4月，我们星期日的八方斋戒，我们就代表我们正道戒定诸位的所有学员啊，也不多了，也有可能就上来全部受到关照戒。也感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。我是82年中医师两地通过后，在国光公正街99号。用那个中医复健，专门在做结构医学。我也曾经啊，退休2年，在中国文化大学体育系当讲师，也教化。